和田地毯有两个重要的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原料，我们这个和田地毯用的是纯和田羊毛，100%都是纯羊毛。再一个就是它的织法，我们和田地毯用的是八字扣织法，这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最牢固、最耐用的、最难织的一个织法。我们这一块现在在做的这一块就是360道地毯，这个360道就是指的它的密度。360道地毯就是指有1米以内有360道经线和360道纬线，每一个平方米要结扣129000多次，才可以织1匹米地毯。